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猫二。今天来挑战那个最健康的 Just Dance。我觉得我还蛮健康的，看一看。行，我觉得好痛。我现在一步都不想走。你要选哪一首歌？只有这首啊。就这首了。好，来啊。哦。这首。健哥，我的脚完全不想动。你怎么跳起来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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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有没有跳啊？我已经放弃那个节奏了。试一下，人生就只有这么难得一次，我或许以后就再也不会做这么霸气的事了。我可以移动啊，但是我不能跳起来。我可以休息了吗？这首歌要结束了吗？这首歌快结束了，这首歌还蛮长的，还是还有一轮。我不跳喽，我不跳。手没了，这样都会痛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有第二趴要来了。有，我们快要两颗星了。我们终于又快要两颗星了，难得两颗星，这两颗星好难哦，史上最难两颗星，有两颗星都可以去升天了。哦，我真的要升天了，这比吃辣还痛哎！啊！小福赢了猫了，因为你有跳啊，我只跳了他两次了，好痛啊！好痛哦，我们不行了，下一集再说了。如果还有下一集的话，如果再有下一集的话，这可以丢了，要去烧了。再见。好痛！我们可以休息了。到底。